吕方，吕公公在吉壤呢。朕知道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回主子，现在是未时末，申时不到。你也不用回寺里见了。天一老回就从后宫出去，把李芳唤回来。主子是叫奴婢把吕公公换身便服，你一个人骑马去。一去一来也得好几个时辰，明天天亮前，让吕芳来见朕。主子圣命，启奏主子，陈红一直盯着奴婢呢，奴婢出宫的事儿，瞒不过他呀。他有他的差事，你有你的差事。朕劝你一句，少跟陈红找别扭。奴婢明白。快点把东西送过去。陈公公，听清楚了吗？奴婢知道了，可是……奴婢知错了。还不快去！是。哦，陈公公，背哪儿去啊？回陈公公，奉万岁爷旨意。将杨金水送朝天观交给蓝神仙。主子真的以为他疯了？回陈公公，万岁爷说他已被厉鬼夺去了魂魄。哦，主子圣明啊。黄锦呢？回陈公公，黄公公在伺候万岁爷呢。那就背走吧。是。陈公公，他怎么成这样了？陈公公，主子万岁爷有旨意。禀陈公公，主子万岁爷说了，叫您现在就看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过来参详一下，主子什么圣意？第一句里面这个水，指的当是阳金水。我知道，我问的是第二句，这个云字。指的是云，是不是跟杨金水好了四年的那个女的云娘？Thank you.
吕公公，掌嘴，这是吕公公吗？无礼。吕公公是我干爹，我是吕公公的干儿子，杨金水杨公公称我为师兄。见过陈公公。站了，没叫你，谁让你出来的？回屋去。春菜。老祖宗怎么吩咐来着？你的记性让狗叼走了？是，奴婢的记性让狗给叼了。老祖宗，有话问于娘，不干你的事，你先回房待着去。该说的，尽管说吧。我们进去说吧。皇公公，吕公公来的时候有旨意，不能离开，也不许见人。无论如何，您老总得把旨意给奴婢看看。我就是从主子万岁爷那儿来的，旨意非要写在纸上吗？那您有陈公公的手谕吗？他是司礼监秉笔，我也是司礼监秉笔，谁告诉你的？我来还得有他的手谕。皇公公既没有万岁爷的圣旨，又没有陈公公的手谕，那奴婢不敢领您去见吕公公。哼，那好，那我就不见吕公公了。过来。皇公公能这般体恤奴婢，哎呦哎呦哎呦！万岁爷旨意，天亮前务必见到吕公公，再不领咱家去，你这个奴婢就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，懂吗？奴婢明白。带路。老祖宗。说了，我就睡这里。你们都回屋里睡去吧。啊，是皇公公来了。干爹。哎呀，这长不大的，总也长不大呀。主子叫我回去啊？是，天亮之前得赶回宫里去。备马。我毕竟跟了杨公公四年。知道的事太多了，我知道你心里从来就看不起我。可我跟着你，并不像你想的那样，没有谁安排我要从你身上套出什么东西。我身上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套，什么杨公公也好，吕公公也好，再加上今晚上来的陈公公，他们把我高翰文看得也太高了。你本就不高，这几个公公还有朝廷，从来也就没有谁把你看得很高。让我跟着你，不是因为你有多要紧，而是为了看住我。沈医师让我跟了杨公公四年，是为了保住他的家财，保住他的身家性命。
现在这些公公让我跟着你，那是因为沈医师死了，杨公公也疯了，万一皇上要再追究江南制造局的事儿，他们必须留下我这个活口。让你跟着我进北京的时候，杨金水疯了吗？真像那个吕公公所说的，他这个干儿子好起来比谁都好。吕公公说的也不全错，杨公公坏的时候是比谁都坏，可也有待人好的时候。一个日祸斗金的太监，他会对谁好？太监也是人，就因为他欠了太多的债，是债都要还。欠谁的债？我高汉文和他们可没有一文钱的债务。我已经说了，一切都与你无关。杨公公是在还沈一石的债，沈一石是在还我的债。照你的话讲，杨金水欠沈一石的，沈一石又欠你的，可沈一石是花了20万两银子把你买来的。我高汉文区区一个翰林院的修撰，不自量力外放了两个月的杭州知府，做10辈子官，俸禄加起来也抵不上你20万两银子的身价。20万两银子买了一个人，竟白白送来伺候我，我实在听不懂你的话。今晚陈公公跟你说什么，我不想知道。朝廷要给我安什么罪名，是我一个人的事。你也不要再费心思想从我这套什么。我套你什么了？从杭州送你到这里，在这里又有20几日了，我除了给你洗衣做饭，我问过你一句话了吗？要是几句话就能套住我，你们也太小看我高汉文了。没想到只因为喜好音律，被你们抓住致命处，一曲《广陵散》套住了我。今晚又唱出我家乡的小调，你的用心也太良苦了。你应该记得，在琴房里，我几次叫你走。你本秦淮名妓，这点戏还是做得出来的。我本秦淮名妓，他们挑了你，自然是因为你有着诸般本事。现在这些本事不管用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尽管使出来。你现在不就坐在我的床上吗？不妨上去睡了，我高汉文就坐在这把椅子上陪着你，动一动就算你们赢了。放心，我这就回到厨房里去。最后几句话，愿不愿听，我也要说。沈医师自称懂得广陵散，你高大人也自称最懂广陵散，可在我看来，你们和那3000太学生一样，没有一个人懂广陵散。嵇康从来没有想过出来做官，更没想过贪图身外之物。心在物外，身与神游，这才有了广陵散。你们没有嵇康的胸怀。明天一早我就要走了，那把琴是一把难得的古琴，
你若喜欢，就留下；不喜欢，就烧了吧。快快快快，伺候梳洗。不行了，来不及了。奴婢叩见主子。杨金水真疯了，奴婢调教得不好，上父圣恩。他的差事当得还是不错的，有些事也不能全怪他。朕已经叫人把他送去朝天观了，跟蓝神仙他们在一起，鬼魂就不敢再缠着他了。江南织造局闹成这样，宫里上一见真宫局、金茂局那些奴婢贪了多少银子，就差没来玉溪宫拆瓦了。这些人都归你管，朕也只让你去了半个月吉壤，你还觉得这么委屈吗？奴婢哪有什么委屈？九州万方全在主子一个人的肩上，护着这个，还要护那个，主子才是最委屈的呢。当家三年狗也闲啊，宫里的家朕一直让你在当，有好些事儿你也是在替朕受过。浙江重审郑必昌和茂才的供词昨天送进宫了，朕原本是不想拆看，踏了一卦竟得了个乾卦，元亨利贞，上上大吉，公子就在岸上，你也看看吧。是。带上吧。
砍完再说。白兴家常说的一句话，帮忙帮忙，越帮越忙。第一次呈上来的供词你不给朕看，瞒着朕跑去找严嵩找徐阶，还捧上了一坛40年的陈酿去劝酒。这杯酒也是你能劝得的，不用忙着下跪，接着看完。是。当时听到你去劝酒，朕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宴饮功臣的时候说的两句话。知道太祖爷当时说的两句什么话吗？奴婢不知道，请主子赐教。你不知道，可严嵩跟徐阶他们知道，两个大学士。太祖实录他们不知已经读了多少遍了，早就烂熟在肚子里了。端起酒杯的时候，早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说的那两句话。金杯共如饮，白刃不相饶。有些家你能替朕当，有些家朕交给了严嵩和徐阶他们去当，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。你去劝酒，他们必然猜想是朕的意思。美酒在前，白刃在后，他们能不想办法对付吗？主子说的是。倭寇在东南闹，鞑靼在北面闹，国库又是空的。现在你打回去的贡状不但一字未改，又送了回来，还添上了郑必昌、何茂才翻供的供词，又添上了对付翻供的供词和证言。毁地淹天，私放倭寇，贪墨国躺民财，都翻出来了。有辜的无辜的牵涉了那么多人，这个时候你叫朕举起白刃，杀谁是好？奴婢无知，犯了大忌，闯了大祸，甘负圣诛。跟朕这么多年了，你也懂得卦爻。参详一下，这个乾卦什么意思？奴婢以为，元亨利贞，就含着以贞而利的意思。这是说，主子圣明，用了胡汝贞和赵贞吉。便无往不利。东南的事儿有二贞在，便能稳住。这个谁都能看得出来。这乾下乾上又做何解？乾上自然指的是主子，乾下奴婢便猜想不透了。这个钱下指的是海瑞。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，竟有如此霹雳手段，可见是个至阳至刚之人。都说朕那个儿子
孱弱敦厚，其实也还知人善任。主子圣明，这个人是要杀人的，可朕现在还不能杀人。除了郑必昌、何茂才，上一建真公局、金茂局那三个为首的奴婢，其他的人，这一次朕一个不杀，一个不抓。这个旨意要尽快传至严嵩跟徐阶，叫他们明早进宫。奴婢这就去传旨。你不要去了，让陈红他们去。天快亮了，你在大殿外头眯一会儿吧。天亮了，你再去司礼监。半个月不在，那里已经一团乱麻了。是。老祖宗，您老可回来了。恭迎老祖宗。这是干什么？该当值的不当值，都跪在这儿干什么？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。谢老祖宗。跪着。哎呀，这儿子们、孙子们日夜惦记着干爹。听说老祖宗回来了，他们一股脑都来了，儿子们也不好让他们回去。当值的留下，没有当值的叫他们都散了。哼，都听见老祖宗的话了吗？当差的留下，其余的散了。是。怎么着，老祖宗回来你们都蔫了？没听老祖宗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怎么着？又能耐了啊？厉害啊？怎么不厉害了？我让你欺负啊？你来看我气的，打你来呀！是不是就你来？这话谁呀？你来。别打了！怎么能先找严阁老让他等我？太失礼了。首府自然先召，次府当然后召。徐阁老这也见怪吗？啊，陈公公说的也是啊。吕公，徐阁老，进殿吧。圣上的万年吉长，一切都好。一切都好，严阁老已经等了有些时辰了，快进殿吧。好，这半月让徐阁老操劳了，好些票你都压着呢。阁老再不来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啊，慢点。陈寇见了圣上。不用跪，不用跪。来，都进来吧。慢着，看座。吕方，奴婢在。朝里也就两个老臣了，搬个墩子来。是。从今日起，徐阁老要见朕，也赐个座。
是。臣也才过花甲之年，怎能受圣上如此过礼的恩遇？臣万万不敢当。你说得对。走吧，走吧。吕方，你替朕扶徐阁老坐下。是。啊，公公不敢。坐。吕方。奴婢在。朕的这件长袍是哪一年做的？奴婢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嘉靖37年六月竞制的，到今天也穿了4个年头了。好记性。俗话说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可在朕这儿啊，人也是旧的好，衣也是旧的好。用久了嘛，多少都有些舍不得。啊，坐下，坐下。世人有个通病，都喜新厌旧，殊不知啊，衣服穿旧了它贴身，人用旧了它贴心。就说你们吧，人呢是老了，经历当然不济了，可也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。经历的事儿多了，事君做事就谨慎，就老成，就不惹乱子。当家还是得用老人儿。当然了，年壮的就不高兴了，他们精力旺盛，整日想的是往上走。咱们这些老的呀，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年老的呀，在年壮的眼里就都成了贼了。朕也不知道我们这些贼到底偷了他们什么东西了。我们这些老的呀，也要识相点。有句俗话叫做不吃不聋不做当家翁，他们闹腾他们的去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严阁老，臣在。今日中原敬天修教，朕还等着你的青瓷呢，写好了吧？臣确实老了，这篇青瓷臣空转了3日，昨夜才完稿，就怕难入圣上法眼。人老了也有老的好处，文章写得更老道了。徐阁老，臣在。你的青瓷呢？有严阁老珠玉在前，臣真怕瓦砾在后，有误圣上敬天之诚。朕看徐阁老的青瓷，让徐阁老也看看严阁老的青瓷。戴上吧。
朕先评评严阁老的青瓷吧。三个字。好，好，好。徐阁老，臣在。何意评价？圣上是三个字的评语，臣只怕要说九个字了。说。字也好，词也好，意也好。皇上过奖，徐阁老爷过誉了。好就是好，朕或许还会有所偏爱。徐阁老可是从不说违心话的人。徐阶，臣在。你的这青瓷里有两句话，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请问圣上，是哪两句？离九霄而应天命，情何以堪？遇四海而哀苍生，心为之伤。好，好，好，确实好。老朽不如。吕方，奴婢在。你知道徐阁老这两句词好在哪儿吗？主子，这是难为奴婢了。奴婢读的那点书，哪能品评两位大学士的文章？也没叫你写，你只管说好在哪儿吗？奴婢以为徐阁老这两句道出了万岁爷的无奈。怎么是无奈？主子本是仙班里的神仙，奉了上天之命降到凡间来做万民之主，谁不愿意做神仙，却愿意下凡间来给万民为仆？这岂不是无奈？好奴婢，你的这几句评语连同严阁老、徐阁老的青瓷，可以称作鼎足而三了。不过三鼎甲也得分出个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今天的青瓷，徐阶是状元，严嵩是榜眼，李芳呢就凑个数，当个探花吧。严阁老，你觉得朕公正与否？臣心悦诚服。心悦诚服。圣上，臣这两句话还有另外一番解释，要向圣上呈奏。好啊，你尽管直说。圣上上应天命，数十年宫刑简约，为的都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，却有一般孤恩负义的贪利，上侵国堂，下掠民财，如浙江贪墨一案者，这些人倘若不严加惩治，实有负圣上肩负之天命，爱民之仁德。硕鼠，硕鼠，无事我鼠。三岁贯汝，莫我肯顾。这首国风流传至今，也两千多年了。老鼠年年打，年年打不尽。贪官朝朝杀，朝朝有贪官。徐阁老，臣在。朕交给你一把快刀，你也杀不了许多。该杀的，朕还是要去杀。吕方，奴婢在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回主子，今儿是中元节，敬天拜教的日子。那今天就不谈杀人的事情，立刻撤坛。将两位阁老提朕写的青瓷向上天拜表，
房堂大明朝皇帝的宫殿精舍中，君臣四人的头上这时都长满了鲜花香草，俨然屈原九歌中的人物。一部中国历史，376位皇帝在宫里自己带相关，而且赐大臣带相关的空前绝后，恐怕只有这位嘉靖皇帝。